俗话说得好，墙倒众人推，林心如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。先是因为和周杰的舌吻事件，而后发杀慈善业分文未捐，一波波的负面消息让林心如苦心经营的人设必须崩坏。而作为老公的霍建华站出来为老婆澄清，他晒出了2017年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捐款，在爱心包裹项目和救急救援项目累计捐款100万。但是即便这样，网友仍旧不买账，林心如的各种往事都被查出。据网友统计，林心如在大陆参加慈善达60次，总共捐款30万，而日本2011年的大海啸就一次性捐款150万。这样的做法也确实令人心寒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，一言一行都会受到群众的监督，在个人生活上要谨言慎行，在大是大非面前更要恪守本分，你们觉得呢？